最近工作一堆，鬼辛苦顶 Coco，你有什么放松的方式吗？有啊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办公室的放松五大妙招。首先，第一个就是看 Netflix，因为由知名的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所提出的这个补偿心态啊，其实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啊，你会感觉到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投射到影片里面的这个主角上面。那这个时候，影片里的主角啊，可能会有各种情绪的转折，你会在投入其中当中，感受到这个幸福感发生。所以看剧啊，是一个非常好的放松方式。薪水小偷。第二个要教大家放松的方式呢，就是冲澡。那冲澡呢，因为在过程当中啊，可以有助于血液循环。那当血液循环变顺了之后啊，这个时候啊，可以刺激你的血流到脑袋的地方比较多。那这个时候可以刺激你的神经元作用，就可以提升你的抗压性。那这是一个对于放松来讲非常好的妙招哦。那第三个要分享的妙招呢，也就是喝珍珠奶茶。喝珍珠奶茶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它充满糖分，如果你适时的摄取糖分啊，对于心情的放松是非常有帮助的。而且里面充满了珍珠，对于你在消磨时间上啊，可以一直咬，一直咬，一直咬。这个时候对于舒压也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效果。当然啦，如果你想要减肥的话，记得喝无糖的。第四个要教大家的放松小妙招呢，就是出去运动。因为运动呢，可以带来非常多的好处，不只可以延缓你的就是骨质疏松，增加你的肌肉密度，甚至啊可以刺激脑内啡产生。这个时候对于心情上的放松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效果，所以运动是一个最好最有效的放松。肌肉紧绷啊，可以说是现在人的文明病。不管是长时间运动的这些运动爱好者，或者是久坐的上班族，其实都逃不过他的手掌心。因为在大量运动情况下，肌肉会产生疲劳。那如果是长时间固定状态的这些上班族，一样的动作下也会产生肌肉疲劳。所以今天我就要推荐大家的是 Rock Pump 软式拔罐。长时间固定的姿势啊，肌肉则是需要增加活动。那像 Rock Pump 这样方便携带的软式拔罐呢，使用上非常简单而且安全。它可以在因为姿势硬很久而不适的肌肉上，用吸附还有拉提的方式，让浅层的肌肉还有筋膜产生滑动。那搭配呢，我们是吸着开始做动作，不是吸着然后趴着不动，所以其实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啊，促进肌肉弹性的恢复，减少你身体的不适还有关节的压力。搭配我们是这样，像这样吸住之后啊，来开始做动作。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是可以让筋膜产生滑动，不是吸着趴着不动。那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呢，促进肌肉弹性恢复，减少不适啊，还有关节的这些压力。好，那大概持续1到2分钟之后就可以拔掉，稍微捏一下，开起来。哇，有没有看到？超级 old 啊！哇，红底整天哦，压力有这么大吗？好啦，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五个办公室的放松小妙招，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个也欢迎下面留言。那如果你非常喜欢 Rock Pump 的使用方式啊，也可以点选下方的资讯连结，购买连结就在下方。那使用方式呢，你就可以针对你想放松的地方，局部给它放上去之后啊，然后做一些动作，我觉得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哦，推荐给大家。那就是我们分享的五个放松小妙招啦。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结束哦，我们下一次影片见，拜拜。